我镇政府已推介多项计划，以确保大马人民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让他们和家人拥有具品质及可负担的房屋。人民祖屋计划 PPR， 一马亲民房屋计划，垦殖民新生代房屋计划，渔民特别房屋计划，联邦直辖区可负担房屋计划 Ruma Whip， 人民愿景房屋计划，人民梦想房屋计划，一马公务员房屋计划 PPA1M， 一马房屋计划 Prima。 截至2017年4月，国镇政府在全国各地已新建241255间可负担房屋，其中有280992间正在施工中，589381间处于不同筹划阶段，为人民新建的可负担房屋总数达到100万间。政府也已推介，首次购买房屋者豁免缴付印花税。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为止，物价低于30万令吉。在城市地区，共有10000间房屋供符合资格及有固定工作的年轻人租赁，包括新进入职场的毕业生。这些都是国镇政府为实现大马人想要拥有梦想家园而推出的多项措施。国镇履行我们的承诺，以民为本，绩效为先。